失控啦。最流行的那种扫地机器人，它这个东西是最新，而且还可以讲台语。下底啊，开始去。这个调理棒，它只差石头不能磨，其他都可以。好妙，因为你没有掌握那个技巧。我觉得这有点厉害。对，这多少钱？你很容易被抓。